主料，豆皮两张，辅料，油、盐、芹菜两颗，胡萝卜一根，豆芽150克，蒜三瓣，生抽、香醋、干辣椒、白糖、鸡精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豆皮、芹菜、胡萝卜切丝备用，豆芽洗净，撒芥末，睡开了分别放豆皮丝、芹菜、豆芽，加入胡萝卜丝，烫熟过冷开水沥干。干辣椒切断，倒入烧开的油，做成辣椒油，混合所有调料，抓拌均匀即可。装碗，烹饪技巧：一、用手抓拌的，和用筷子拌的，明显感觉不一样。所以家常拌菜还是下手吧。不过我们现在都用塑料一次性手套，其实在我老家都是直接上手，洗干净就行了。二、豆腐皮切丝可以卷起来切，想要多细有多细。三、芹菜换成黄瓜也很好吃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